来，这个料子上色拉拉，色拉拉，关键这个色都脱沙了，牛逼哦！带着绕一圈，哎，这个二号的石头有点好看啊。啊，那种 CC 不拿来了，是呀。那塞纳丁，250万。要不？谁来嘛？要不嘛？米奇来。要不要不帮皮肤来？要不来拿当兵呗？拿给兵呗？压了嘞。他说人家给300，我说人家给300，我也给300，我介绍费给50万。没要不来嘞，去当拉克比美，要来博卡拉丁比美。哎，底单刚了，我不行的话，我给你小费8万块，是吧？嗯，咱们一定要让他赚到钱。他决定了货主卖不卖，就是他对货主来说很有意义的，你知道吗？他跟货主吹吹耳边风，没人给价了，是吧？这个料子他拿过来了啊，他不行，他说300万不行，他说货主说的500就是500。但是我们第一要言而有信，我们说了给他8万块是吧？啊，嗯，先给他是吧？哎，那给哎有了，哎，8万匹，你叫他来底单路没？我，确定多米没？哪里那么标不？确定多米没？你点多少米了？好了，给他370万再封，是吧？因为这个料子说心里还可以，我们不是还可以，这种色料都能做单面的，肯定拿下，黄味要好，瓷也把它改掉。就是说实话，他就是最后切垮了，我他妈都认了，是吧？我要是赌这个石头的话，是吧？嗯、无所谓的。我说370万，这个不行，我要开了。他说500就是500，一分也不少。我一分也不少。我说你这个50万介绍费还记得吧？啊，记得，记得。妈的，这个是把金搞上去了呀，是吧？哦，东北拿尾啊的，这他们是350万买的，看来赚了不够啊，得让他们赚一点。哎，就想交了，漂亮，放大一点。好东西来的，好东西来的。这是啊，新型。哇、哦，你看这个。是啊，我操，这条里面有下去的。这条石头你看总有好。沉下去了。看这个鳗，再过来啊，过来看这道鳗。这道鳗插出来，插出这个断出来的这点色啊，但是我们来给大家看点狠的，脱沙的一块色在还在这里，来脱沙的这个色，南极的这个色，你看，太漂亮了，我靠，太漂亮了。然后它关键沉下去了，从这个断口看，这个断口里面直接发大，啊，里面一坨一坨的。这个料子真的是一切皆有可能的，它长起来的话估计要长得不要不要去啊，因为颜色是顶级的颜色呀，黄味足，都不瞒大家说啊，这个颜色感觉能看到，感觉都看到杠位了，边起杠位，上面一层白雾盖着，漂亮，继续，我们继续跟他谈。哦，这个表现看到没有，这里面藏的是，哇，这个还不是太黑的地方，哇，太漂亮了，直接穿过去的。因为这边前面有个人唱卡拉 OK， 他们的身份特殊，我们不方便讲的，所以我到后面讲了，最后也没办法，直接给他买了，要500给500，为什么呢？没办法了，这石头没办法了，只能给他说简单一点买下吧，没什么好讲的了。但是我介绍费不给他50，给他20。他刚刚标来啊，他一边是说要卖500就能卖，另外一边还没说好，所以500还不一定得，真他妈麻烦。这个石头最终还是成交了，但是我们在楼上来给钱，因为底下的话可能确实有人盯着嘛。最终谈成的话是600。670万，对，点一下钱，就这个色料来着，色料。